下面这边的窗户都开不得了，很多都在停电。嗯，我的头像好冷，没照到吗？怎样？今天十号啊，十号礼拜二啊。会到一点半。走。雪道又变成粉的了，有一点，一点点。我有拖，我连中程也拖。不不，你要不要拖？你说不要拖。啊，我有说吗？有，你坐下来问，你说。啊，我是说我不要拖袜子，因为高破会被干走。不是，是你坐在位置上。那我不要拖啊，但是我拉开。粉啊粉啊！灯笼啊！下缆车帮你重插一次。它会粘一下，粘一下。有一点。对啊，这只有小点程度，没有到变成一滴水的程度。你看这里又变成这样的了。现在雪变大。还滑会变热吗？嗯。总之先滑滑热身。
前面一点，然后来拔线插线。觉得你这次有插好，有啊，有插好，我还怀疑刚刚没有插好，一下就拔下来了。没有啦，那个会多歪。能见度没有很好，
高啊。没有，现在很暖。你要不要再多拉一点点？不用不着啊。而且我现在一直用那里呼气，你知道吗？你好笑。这样子拿棒棒是能录到的。也没有，他变红色，把它吹吹吹到，把中间积的雪吹到雪道上。好，每个雪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。温度够低，但是没下雪的，像横手山那种啊，就是喷雾往空中喷雾，你一喷上去马上就结冰了，然后就掉下来。那些教学班不动声色，看他们什么时候回到学道上继续教学。我猜他们两点才会开始上课，好像三点半才。对，就是所有的同学都不大行。哎，这个姿势不错。啊？啊，掉棒子的。嗯，没有动啊。但是又，你那边是上风吗？全部都结霜哎、欸，好像听到了台湾人的呼喊，现在这样感觉雪很大。没有啊，在我们吃饭前是还好，现在又更大了。SLA
既然已经那么轻松了，不如就来矫正一下你的后座吧。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弯的话是弯的话，就是膝盖放软，膝盖放软。现在这样子，这样，往前，然后滑的时候，自己的两个拳头尽量都在这个位置，不要往后拉、哦。然后先只做一个弯就好，这样子，这样下去的话，不是伸上半身弯，是下半身弯这样。要上半身这样，两只手尽量在那里哦，不要动它。这样，正前面哦，你看我认真用这个方法滑的话，滑得超慢，好，还不够低，低到好像快要摸到膝盖这种低。对啊，啊大腿酸的话就放松算了，就先不要练啊，不酸的。一直都不觉得酸的话，就维持这么低。这么低？对，这么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有，有。好像速度有比较控制下来了，你原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滑的速度会比较慢不下来。对啊，有空的话就做这练习，有空有力气就做，没空没力气就不用做。不会累，那要继续弄啊。没有丑啊，没有丑啊，没有好吗？啊？怎样？不然的话，做另外一种看起来比较帅一点的，是这样哦。两个，这个就顶住腰哦，然后就这样哦，不准动哦。那你现在往后啊？啊？我现在只是做给你看，先这样子，不准动哦。然后那个踩右脚的时候要弯这边，就这样。这样哪有帅啊？看上半身。头只能朝下，上半身只能朝下面，不能动、哦。然后左转的话，再反方向这样哦。有，比较没有朝山上倒了。有啊。晕了，奇怪，今天一直会晕。就现在视线很不好，就是就只能两个弯停下来，两个弯停下来这样。要练习的话，有，怎样？怎么了？觉得鞋扣不够紧还是怎样？对啊。
因为姿势正确一点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没办法往前压。但是我现在身高不能弯。那没关系，现在用轻松滑法，就先下去再说吧。变平了，大概十公分而已吧。那里好像是那吧，幸好我就想应不应该加大，不然会痛呢。刚刚前人的路线全都不见了，那里一整片平的，我都觉得突然间好像阻力超大，因为没有前人的路线。对啊，超他是看不到那条线是不是？他在铲雪，在哪里啊？工作人员穿着雨衣，啊，会冷的。等一下随便跑，先消化一下。三不管啊，只管镜头。你的话下面那块有一点冷。你的都是水表示。哪有？更糟糕的是，你的所有洞里面都是血。没关系啊。为什么？那不倒出来吗？不用倒啊。那机械不会坏掉？不会啊，就不会。不要。你都坏，我帮你敲。它敲不出来，它是逆风狙进去的。放松了，没有力气，只能这样休息再说。好大啊！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看看苗场多一点，可以让我立场。苗场抗议。昨天在嫌它太冰太硬，今天一堆，今天到底下多少？我觉得这样累积应该三四十哦，因为平常那种下五公分、十公分的，是要吃一个午饭只能滑一次，但是现在这个是每坐一次缆车，它就可以更新一次变成粉，这也太厉害了，感觉量很多、哦。
回去看新闻就知道，他可能会说哪里又力往生，然后动弹不得。照这样看，明天应该还可以吧？就今天的粉，明天用，然后下午就行上了。除非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来的是暖气团，然后根本就大了5度的那种，那我们就糟了。就第一滑也许滑到那个压过了雪，然后第二滑以后全都起来。因为我不大懂为什么明天会0度以上，对啊，预报这样子，除了暖气团，然后没有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都差不多，迭代是更冷一点。如果我们不满意，那就过去，然后吃那边的餐厅。他说武汉都是咖喱，几乎都是哦，都不适合弯腰的餐厅。就是 Snowcone 都是会讨论东西的嘛，但是至少没有人骂说苗场的东西又贵又难吃，然后没有人这样骂过。但是 Kidoro 就是出名在外，然后我就在想他到底是贵到什么程度，又难吃到什么地步。这种东西难吃不难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就算咖喱也可以。退过了是，我帮忙刮一刮还是怎样？
哦。被弄平了，早上二脚一点全都不见了。那这种状况下，还是真当动物追不到。这种状况下，动物习惯自己的家。走边来不及了啦，走边。我真是那个电视剧看完，其实是10:20，我自己就以为是。好累，再睡一觉。嗯。然后就赶快准备，结果10:30，然后后来我就想算了，我前天睡那么长。对，看有办法收拾。对啊。那睡下去还是不倒？我应该已经睡着了。15:16。回家两天就可以。对啊。有啊，我在练习的是双脚变得更，你没有看到？那我的脚比较并得比较紧，没办法，没有很宽，没有，原来很宽，我原来在转弯的时候，你会看我偷开，所以我的姿势会有一种好像要摔倒的状态，那会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因为上半身不正，
那上半身正了以后，这里就可以缩短。所以我现在正在练习这样走啊，尽量要这样走啊，上半身不要动。哦，好多哦，你没看到，学很多。很深欸，他就很高兴的这样掐掐。才上午而已，也不用说等什么晚上，就不能这样。现在度好像变差了。跟我们一出来能见度就是这种差吧。因为刚刚肚子在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，但是还要放过的时候。是啊，我觉得血量变多。这附近没有风的。你要检查风破吗？前面有一点点。你前面也有一点点。我等一下用手套，不要用手指。直接把它弄走了。还要把这一根弄出来。那是用那个小木棒还是什么？那有一个。好，来。转个头，转过来，好，冰，怎么像湿湿的？哎呀，好，可以。这一段，你有刚有看到我在这里一直弄这个吗？就是一下缆车这一段的时候，可以练习这件事。这件事是，不用左脚踩下去就可以达到的刹车法，就是到头往这边弯就好。头往这边弯之后，脚会微微的往右转，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。例如说，我跟着这个人的轨迹，速度会越来越快。要摔倒吗？啊？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就是，我要怎么解释，这样不会摔倒。呵呵呵，这样重心还是要放，不过这里雪太深了，没办法。不是只有头，是整个上半身。看我这边，跟你平常刹车方法一样，只是平常刹车的时候会这样嘛，矫正成上半身稍微往这边倾斜一点，一样这样刹车。因为平常这样子刹的话，有可能会这样子。就刹下去嘛，稍微矫正回来一点，这样。刹车你平常的刹车，你平常的刹车会这样。好，矫正，哎，这样就对，对。嘿，因为啊，
你之所以会开，就是你一开始就是这样，你先这样，然后想这样，不行，是往下加速的时候，你就想了等一下要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往下的时候，你要往左弯。平常的弯法是你要这样弯，你要这样弯，然后尽量不是扭腰哦，是脚要有点这样子，然后要这样。往下加速的时候，这样会停下来，或者这样子的时候会停下来。往下滑一公尺两公尺就可以停下来了。对对对，但是你还不够多，所以还会往前跑。对，没有啊，所以一开始就要准备。一开始往下滑的那个姿势的时候，不能一开始往下滑就这样子往下滑，这样子的话你要这样突然的话没办法突然，因为不是说上半身的姿势都是固定的吗？一开始上半身就朝前准备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停了。对，很好。其实就是还是同一件事，就是上半身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可以只靠下半身控制速度的。看不到东西，因为现在能见度变好了，放轻松一点玩吧。
的时候缆车没有在动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上面可能有人不撸了吧。他他讲什么？请到前面等，又铲出来了。我看到那个工具了，像是一个锄头一样的东西，一敲下去刚好就那个关键。刚刚是能见度最好的一次了。这两个人还在这儿，是刚刚两个陷下去的。咚！还是台湾的左边，好笑。拿起来以后往前拖，因为没有往后拉，所以那个板子就越滑越深。现在风好像没有早上大，但是雪比早上大。我看 GoPro， 我觉得你的那个 GoPro 它很容易右下角。它脚在旁边。看不知道，你让我摸一摸。我连一斤都看不到，那整个截面的。我看到了，有啊，插头。现在51分钟。这样左边会不会更少人跑啊？对啊，他爬上去救他，他在这下面怎么等上面那个人都出不来，所以这个人就上去救他。这两个都不行，原来是矮的陷在上面。下面的都把他，好粉哦！这条路线不敢进来。脑袋已经有关音乐。我在想要不要试试看。前面那个人倒了吗？我看他好像。倒了，哎呀！我跟你，我。
在你后面。你知道你滑进深雪区了吗？对，然后你就继续滑，好，继续继续。有快三十啊！你刚刚铲了不少雪啊！好，继续啊！好了，走走走。休息一下，去喝个水。不，等一下喝个水，花一个小时多一点喝个水。今天全力加强大腿跟大腿肌肉。看状况。当然是吃午餐了、啊。2000多，我想要吃一点卤面。那就2天了。不是，票全三了。对啊，全三了。后来发现他放假，放假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啦、啊。对，一群。对啊。鬼叫鬼叫。就在绿线上鬼叫鬼叫，人家真正厉害会冲着走这里好吗？叫人家两万，对吧、啊？这个会冲着一个，好、啊，我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里
我猜啦，日本人会觉得这里菜鸟太多了。去苗场意思就是你是菜鸟的意思。对啊，因为一整天看下来，知识厉害的人不是很多，占比不是很多。新野好像比较不常看到的，新野的话很多 club mate 的班，但是在中间的话，中间坐缆车是因为被罩起来还是怎样，都没有注意看下面的，而且我们走的那个线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很少看到可以看那个姿势。新野好像还好还好。心也算是有一点点用钱筛选掉一半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初级的。然后我看，好的，你要不要帮你抠？都是左下角，对不对？是左下角，就是那里啊，会先，因为你是逆风吧，逆风的地方雪就会积起来。你看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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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干嘛？他不是要倒转，他刚刚姿势，如果他转错了，他也会撞。就是非常危险。看不出来，只看到你那个刮起很多的雪，就唰，然后很深那个，好厉害这种感觉。而且我可以同时练习那个跟的速度。刚刚有看到吗？我刚看到，就是帽子上有写着大大的名字。我看到一个例如，
没有乱滑。像这种风之下，不要扫椅子，没得扫哎。低了大概三公尺多，左低右高，而且这个是三十公，这个很钻进，上半部可能踏了进去就整个人进去。话说回来，还不到两点吗？两点十分。
现在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接到这些人在吆喝，那些滑雪班的人呢？都没有下午吗？看他们，那里对，这里面，它陷得很深。哦，有人塞进去了，冲刺有人冲进来了，兔兔跳，兔兔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的左下角都会来。等一下，停一下下。对啊，我刚看都觉得是这样，连招牌都不见了。Thank you.
放弃。对对。你是心理上。哎，下面有个灯呢，好多灯哦。是旅馆点灯吗？哎呀，还是那个是外面的公路啊。近距离两个灯。现在去喝水，看能不能打嗝。我懒得，我刚刚又打嗝啦。哦。我不想脱掉，算了。好、啊、好，那继续。对啊，因为我打嗝了。怎么那么亮啊？好亮哦！最上面，对啊，全部都打开了。它是让我们指引的明灯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上午不开，现在才开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这次有傻，上次没傻，今天的能见度我完全不知道四号缆车有什么状况啊，就算是装了他的 web camera， 因为他的 web camera 发成也是一片白，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会不会那里还是热闹滚滚，到处充满热闹滚滚，对啊，滚滚啊。大家在那里滚，我看我看，好像看得到人呢，好像能见度可以到那、欸，我看到缆车了，我看到缆车了，但是雪场上好像没有很多人，看不到，嗯，那里有办法滑吗？也有人往下滑，影子证实那里可以往下滑，直直的。那要不要换来这边？好，闲无聊，好，来画这边，画这边。先中间一半切过来，接着再试试看，最一开始就切过来。正在滑的时候，其实也没在看风景啊。我会被卡住，动不了。你说在中间哦？不会啊，这种坡度不会，但是下半部有可能。下半部的地方不知道多远就要冲哎。
我猜最后有可能发生，就是之前都是我在笑他们，之后就变成我们卡在那。看，就永远要解一块冰。好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那里太深了。那里的话，就是突然就觉得好深哦，然后就把身体往后顶，然后让板子往前翘翘翘，我才逃出来。还要试吗？不知道。人很少哎，要试试看吗？好吧。会不会很惨啊？啊。我怀现在要直去的话，就是那个啊，下一次，现在不要去，下一次再去。然后刚刚那种深度多滑几次，对啊。算了，不要过去。好，我有新的课题了，我就是去滑那个深的。啊、不要啦，我想休息了，我休息我比较夸夸滑的。是啊。还是你就要回去了？我就回去了、啊。好，好、啊。我真的身体都不舒服。好。反正就是去开柜子买东西放回去。对啊。你身上有卡吗？有。好。好热哦。哦。
会啊，你这你休息比较好的话，那就休息啊。好，看看啊。好好好好，先那就滑下去。那你等一下要切那个呢？我要切、啊。下面要切过去，我带你切过去啊。那你有？啊，我还可以滑回来啊。就滑这里啊，切回去，可以从这里这个的上面切，也可以从这个的下面切。我只是在考虑要从这个的上面还是这个的下面，那边比较深哦。比较深啊，然后是那一边吗？这是这样长长的的正中间。你不觉得我可能会在正中间摔死？你看那里有个人。好，先不理他嘛。好，对啊，那边橘色的招牌有没有看到？橘色门上面橘色横联，没有。好，继续。哪里有橘色？好，哎，摩托车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六号。就是那个门，对，你要小心直直冲哦。我就是休息哦。好，直冲直冲。
回去。
滑り降りてください。なお、降りてください。
にして俺が2番目で、ひなたが最後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下一次。